男兵一位楼上请，拿好你的手牌，小心台阶，哥这边走。这都被我拖住了，我迈不动。啊！哦，苏王爷失败。真心，好多钱，真心对真心。我跟王爷走啊！我跟王爷走啊！OK OK， 米西米西，我跟王爷，王爷，王爷是米西米西是吗？米西，刀头，你不会刀我吧？刀头，我是好人带刀，但是我刚才对你过。哦，别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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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不追你。直接断，对不对，仙女？直接断。你个妈嘎，你又在这假个妈嘎的。不对，好了，齐跟王爷去了。不对，有问题。叔叔怎么说？哦哟，真心在那就有问题啊，我没问题。谁有问题？文姐，谁有问题啊？我叔叔走了，我叔叔走了。七仔仔，哦，十八岁跟叔叔走了。我操！哎呀，哎我操！来来来来来来，去右边擦。好。豹子发言，猴哥，我的第六直觉跟我讲，他是个坏坏啊。当时啥？我跟他说我跟他说我是废物的时候呢，他说，我很有用。他拿鼠标就一直在点啊，然后他说，我说你不会在看板子吧？对，我在看板子。然后我直接就跑了。这时候碰见了王爷和拉奇，他们俩在花园呢。然后这时候接到两具尸体，绝对不是警上双刀，绝对不是，两具尸体在下面，我直接拍了脚。然后猴哥这一轮没动刀，那么是谁？大强姐、叔叔、十八的布布，四个人。猴哥是个坏坏的话，他们三个四个人里面出三个坏坏，那么没什么问题，好吧？猴哥。第六直觉感觉像是个坏坏，反正这是我的第六直觉。你们排一下位置好吧？我猴哥是我，直接我从花园上面跑到街道，然后碰见了两具尸体。过花园，我看看。我跟王爷花园嘛，哦，这边十八岁发言。我和叔叔就是当了大家人的面说去换身份的。我们是在那个南港啊，南港那个换身份。叔叔给我报一个好人，吃了一个猪猪。然后，但是这布布布和这朱一伦是从那边来的吧？好吧，那以着我的身份啊，和叔叔是吧，那我俩挺好呀，他没动过刀。那你这布布和朱一伦你们俩好聊一下过。那就只有布布朱一伦能动那个刀啊，鬼鬼祟祟的，我们跟他换身份。本来刚开始光只有朱一伦跟他鬼鬼祟祟的看我们，然后隔了一会儿呢，那个布布布也从那边街道走过来，也跟他鬼鬼祟祟的看着我们俩。那我觉得你们俩双狼啊，我归一票嘛，我也不用归吧，反正你们后置位归票只能在朱一伦跟布布布里面归。过出。嗨，小蜜蜂。不，那我发言。那大强应该是被禁言的。一开始我们都在花园，然后呢，苏苏跟十八 Z 他俩到南港的时候，我跟朱大强就到供应小屋里。供应小屋里排完身份出来，我们就往南港走，想去找一下十八 Z 跟苏苏。然后进去之后，我们四个人是在一起，然后拍景。我们是没有去那个什么花园那边，没有。那如果说你们就是花园在哪呀？花园的话，那能去的外置位，反正我能保。大强、十八 Z、苏苏，我们四个人开不了，去不到花园这里。那有人说拉奇跟王爷两个人去对身份，他们两个人在哪我不知道。然后耗子是踩了猴哥，耗子拍的紧，那就听猴哥怎么聊。反正我清晰就这些，我们是四个人，我跟朱一伦是在供应小屋到南港的，我们没有去过花园。啊，过。现在场上死了四个人啊，我跟耗子复活在一起，我确实是在看板的。但是耗子我还没给你报身份，你先别怕啊，你先别怕，我可能是让你觉得我有点像狼，但是现在死了四个人，对不对？我是不是没动刀？我在你后边吧，我在你后边，如果我拉齐王爷我们三匹狼的话，一定会追着你。而但是我一个人追你说明什么？说明我不是狼啊。然后刚才这个街道位置是有一具尸体，他的尸体是七仔仔的。那么已知拉奇王爷他俩在那花园那个位置对身份，
我跟耗子又是后来的，我们俩又不开刀的情况下，你们那步步步十八这苏苏和朱一伦咋的，你们四个人在一起，那狼坑在哪儿呢？那这四个人就白死了呗。那朱一伦现在给我直接点票，我觉得直接挂票朱一伦得了，他直接点我。耗子，我在你后边，我没动刀吧？我是不是没动刀？这轮朱一伦直接那个自己装静音，然后点了我一票，我不明白是啥意思啊！我要全票打飞这个朱一伦了，他给我打应激了，我直接点票他挂。那个，我觉得可以投猴哥，我挂。你喵喵喵，然后投猴哥。那我就投猴哥，过。耗子，你看外边还有好人。他不会骗我吧？哎，其实弃票好一点，算了。OK， 那王拉奇和那个王野啊。好像被王爷骗了捏，是吧？他没投猴哥，应该弃票了。我操！王爷！那刚才朱一伦杀的这个人，然后王爷跟王拉奇也不是什么好牌，对不对？不，更不是什么好牌了。在我看来，现在猎鹰已死啊，猎鹰肯定是死掉了，要不然上一轮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个人必然是平票的，或者朱一伦是猎鹰。但是朱一伦如果是猎鹰的话，不会保他，对不对？应该弃票的。所以不，朱一伦还有王拉奇他们三狼，剩下一个王爷，他一张扑救牌，对是不对？贵票现在我们还有四个好人加三个坏，我们这一轮投王爷或者是不都可以啊？不是，错了，投王拉奇或者不都可以，耗着你来回过。十八 G 赶快给我转，他警长还是找我任务呢？哎呀，他都不怕我，他搁那给我摁，我要等挂弃票。搁那给我转十八 G 弃票。糟了，十八 G 他投的谁呀？我呀，不，王爷。拉奇好帅，我好，他肯定点的拉奇呀，我点的拉奇好帅。天哪！完了，给你个好人，点什么？点王爷，点王爷吧！哎呀，点什么王爷？天哪！大哥，他给我转，他不是警长，他正义刀，我。猴哥啊，我要去吃猴脑，我点餐。猴哥有刀吗？吃猴脑，你吃不了一点。王拉奇，看看是你的刀快还是我的刀快？好，这个你俩猴脑掉地上算我。算我的，猴脑掉下来算我的。哎啊，为啥？看着的。哦，他看着的，猴哥是看着的。那赢了。哎，猴脑掉地上了，王爷，你没接招，没接招，这把你的，那我就投你过，狙了他。哎，鸡，狙了，糟了。哎呀，脑子瓦特了，锯了他，厉害，锯了他，呱啦齐了，王爷，这个时候锯了他，你不要狗，狗就得反咬他一口，王爷咬他，咬拉齐过，啊，好，那有什么用呢？对吧？拉齐今天神枪手，帅的一，牛啊，给他锯了，过。我吃到了想吃的肉了，然后拉奇，刚才我接住了猴脑，我也吃到了，你不知道，我吃到了，你可以救我了，我过了。
他吃到了猪肉，也吃到了猴脑，圆满了。再见。等一下，秃鹫呢？哦，在这里。啊，再见。再见了。等一下，秃鹫呢？哎，我秃鹫呢？耗子会出手的。你蠢的同学，走，我饿。耗子，这样饭初恋。初恋。那个小臂的弹哥，你再晚一秒，垃圾就没了。猴哥，你再晚一秒，我再晚一秒。对，我已经把刀架在那个垃圾脖子上。那个大强，你那个。就很棒。